我们对啊，所以我问我叫中华台北，对，中华台北就是中华中国流亡在台北啊，他不敢跟你讲，所以他就跟你讲中华台北，对外都讲这样，其实台湾不是中华台北，他只是流亡在台湾的台北城里面的一个难民旅游组织，应该讲说中国流亡政府在台湾的台北里面而已，结果他到处跑，哎，讲这个会不会被抓走？不会啦，我有点公要挡我啊，我哪没有亮呀？我是觉得没关系啊，本来就没关系哦。那我们到底是什么？是日本？我们是日本人呐、啊。应该不是日本人才对，他是把他就是冠上日本姓，就是人种应该不是日本人。你可以慢慢研究没关系，但是不想做日本人就是好好做台湾人嘛，这样不简单，我们要先做台湾人哦。